本期讲解一个答题小游戏项目，3.0版本，单机能赚30到50，多可多设备放大操作，赚钱更多。啊，答题小游戏项目操作简单，核心是需要进行简单的养鸡操作，只要手机养好以后，看一次广告，收入就是几毛钱啊，5-6毛钱。关于如何进行养鸡，课程里面有详细的讲解，新手跟着课程操作就可以了。课程包括答题小游戏项目介绍、高收益案例分析、下载小游戏实操演示、答题小游戏盈利方式、快速养鸡的方法，配套的里面全部都有讲解。啊，这能赚相当于赚1块多啊，10000金币一般是1块钱，直接赚1块多啊，非常猛，非常猛的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五节视频课，还有这个小游戏下载地址、收益图全部都有。如果想要本条教程的话，再来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这个答题小游戏项目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条教程了。